可惜那里别被那个风土给吞了。他把那个风土捉闹去了。呀，都食过蜻蜓，食过啦。我死过蜻蜓。不要去，太严重了，太严了。就是我们一边跑一边去搞，很厉害。是啊，减肥呢，超减肥的。他把蜻蜓的脑袋掰断了，真的？嗯，给我拍一张看看。你看，他翅膀也给他咬掉了。哎呀，跟你看。嗯。嗯。那我们怎么样？来，赶紧坐这边。你坐吧。坐，我坐这里，坐。真的被他吃了。嗯，把他脑袋掰断了。翅膀也咬掉了，太强了！你看，脑袋掉了。他想干什么？他要吃的他。我怀疑他要把他带走。果然是。这么重，他能带得起来？你说是吧？飞不起来。他要把那节咬断了，对吧？我站一下。